Camera on！ 你穿这样去迪士尼，你好平凡哦。哎、欸，我一点缀，我直接看不出来那个点缀。有人要吃 Apple Pie 吗？来，先吃。九点多起床，现在11点。耶、yeah, ！因为昨天台风，现在天气很晴朗。终于要出发了，事隔两个小时。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吗？你的木头倒了，你没办法开。今天早上有人穿长裙，然后不小心内裤外穿了，所以就又把内裤脱下来换短裤，所以现在才出门。内裤外穿的在那边，有一个白色长裙的。好，我们去找他，然后派他当内裤外穿的小姐。没有啊。说明一下，我们要怎么到东京迪士尼海洋公园？首先先从新大久保站坐车到东京车站，然后再转车到红线的武滨车站。是不是跟坐捷运一样简单？好简单哦！来日本旅游的朋友千万不要害怕搭，连他都可以搭到呢。不要给我遮镜头。那王小丽呢？看看他要播眼睛。看看每次 Q 你，他等我下。对。想要瘦身的人一定要来东京，因为我们这位小姐瘦了3公斤。压低。而且奶还没缩水啊。正在体验东京电车的拥挤感。你知道沙丁鱼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这样。现在要战斗了，很可怕的人潮。啊！好可怕。王小丽在哪里看不到你？在这里，我们倒数第二站，然后就变成这样子了。每次都会一直挤进来，所以一定要吃太胖，还是应该要吃胖一点，肉比较多才不会感觉挤不舒服。那小丽有被挤吗？对，要肉比较多的，挤到边到不行了，连奶都快爆出来，乳汁都溢出来了，夸张。终于到武滨出来了，走左边，因为我们要去 C 再搭一个电车，右边是去 Land。C 跟 Land 的差别在于，一个比较靠海，一个比较不靠海，不是一个是水上，一个是路上。对，台湾人不可以有这个迷失。迪士尼真的很多人呢、欸，不管平日假日都一样。电车好 Q 哦，可爱。要冲刺了吗，小丽姐？到了 ，Let's go！ 好了啦。来东京迪士尼就是要扛着行李箱买里面的商品，大家真的很专业。我们这样做吗？我直接在里面买一个行李箱。好狂哦！现在要搭什么去？那个迪士尼的专车啦，买票。纸上买贩卖机最快的女子，花不到5秒钟吗？太可爱了吧，这个车是卡跳宠物，会剪接哦。这个列车要到那个有精神一点预备器，不要带你讲。这个列车要到 Disney Sea， 它是一个环状的列车，对不对？对，大家要记得哦，不要因为听到是海洋把泳装都带来，因为里面没有地方让你玩水，没有地方让你更衣。你看它的拉环有够可爱的，真的跟你一样可爱。还有窗户，我比较可爱。迪士尼最厉害的方法就是一下站之后就是要手刀跑，大队接力第一棒跟最后一棒的速度冲到迪士尼乐园里面去抢纪念商品跟拍游乐设施。最热门的现在是玩具总动员，然后他一直都是迪士尼，请不要打扰我做访问。他一来台湾了，没礼貌。这个也是，这位小姐来到迪士尼才用手机，那你在家用手机看迪士尼就好了，还来现场干嘛？他今天还穿在白色裙子里面穿一个白色内裤。难不成我穿白色裙子我要穿绿色内裤吗？你应该不穿内裤。哎，中立的朋友，快点，不要脱队，不要脱队。好，可以了，快点，快点，好，票准备好。啊，票准备好。导游很尽责，他走在第一个。对对对。快点！票！来这边，交给谁？这直接入场啦，扫 QR code。我3年前在这个地方，早上7点半，当时日本8度，下着雨，我就在这边等入场。3年后，我被后面这一群人拖累，现在下午2点，我还在这。好容易易怒。一个绷紧一点。帮他绑鞋带，我帮你录。为什么？因为太胖，录不下去。感谢你，他绑好紧哦。紧张哈，谁大家敢拖累大家，回去就骑马天雷。进来，进来了，手刀，手刀，导游，导游。导游弃我们而不顾，走掉了。这边米奇是要排很久拍照啊，可爱的米奇排好长。放弃吧，找到了，先往那边走。这个边排边玩了，好凶的导游啊！我们已经很晚进来了，各式各样。我跟你们说，这个一定要买，我先介绍一下，必买这次。什么？那是什么？好、哦、好可爱哦！这边是餐具店，有错？是不是在耍我们？哪有耍你？给我愣带路，脚很痛哎、欸！请问他们坐在那里干嘛？这个等一下会有表演，都讲日语的，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懂？我觉得今天好紧张的气氛哦，玩得好有压力。头里面可以吹冷气，是不是不知道猫咪耳朵在哪？知道在哪边？走那个楼梯大，因为他在那一区。他们的布景真的好好看哦。爆米花桶要排队哦，有人要吗？哈哈哈哈哈！来这里。
今天的第一个景点埋头式。哦，好凉哦！迪士尼乐园卖的东西真的是很屌，导游很敬业，带我们来埋头式。真的只有我才找得到。台湾的朋友快点，被抢光了，我都帮你们留了。好笑啊！你不买我真的打死你。可爱拉的，可爱吗？可爱啦！我买到了猫咪的耳朵，画家猫，画家猫，原来它叫画家猫，史黛拉，史黛拉，玩具总动员在拍。因为这必玩，没有来玩过这个，没有来过海洋。哎，这也很好玩。这个建筑物很浮夸哎，哇，大大的湖底。就问他去哪买。90分钟啊，只要等1小时半，还不到一个小时就排到了，CP值高。这栋楼进去很少人有命可以出来，非常可怕。终于开始玩第一个游戏了，好暗哦。更可怕吗？搭电梯哦。哇，这个很小哎。所以我们在高楼大厦里面。第一轮我应该就。原来是这样。他会是鬼屋这样走来走去而已。相机拍照就没快了，全身要飞起来，他没办法回神。太可怕了，室内的自由落体，这个叫做 Tower of Terror， 大家可以来玩玩看。Tower of Terror 一出来就有很多法窟，大家可以买。Unicorn 可以躺吗？可以，认真一柱擎天。找到徽章了，买一个。导游，你买了什么？唐老鸭。哇塞！这么高掉下来，哎。帅！就想说奇怪，到底要到底了吗？要禁不住，不要尿出来。哇！立马变装哎！为什么可以买小裤？爽啊！穿裤子好爽哦！吓死了！ Apple Pie 变成小美人鱼，永远都在自恋的女子。真的好可爱，我要被可爱死了！那个就是抽牌，然后预约，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后来这边回来玩这个游乐设施。但这关起来就是表示今天的预约已经到了晚上，官员都已经全满，所以这个只能现场排。但是现场排应该是2-3个小时左右，一早就要先来抽，先绕圆圈一圈，然后抽一轮，再一个一个回去玩这样子。来走这，我现在都凭感觉在走。相信你的第六感。接下来我们要去愤怒双城，这是真的火，有火味耶，好帅哦！在水上烧火。对啊。好很帅哎！他买鸡腿，还有芒果汁，它里面有珍珠和果酱。烤鸡非常嫩，很有诚意的乐园摊贩里面的小吃，皮也很嫩。但是我们要赶快吃一吃金鸡排的云霄飞车，你看很多人很可怕。换我们了，换我们了，预备 go！ 小意思。好厉害的 cosplay， 是小美人鱼。这是小美人鱼的家，我之前长期住在里面，最近把我家让给他住。为什么？就是想说算了，我还是稳固白雪公主的宝座好了。好，认真介绍，这就是小美人鱼的城堡，传说中的海底的亚特兰提斯。亚特兰提斯，希望。我真的这样可爱死了。啊，好壮观哦！我觉得我来到富士山，昨天就是这种感觉。这个飞翱翔的这个游戏其实是7月才上市，很多人来都冲了这一个。看看他排多少人，我估计要排2-3个小时。不像某些人一直去想一些虚假的城堡啊，幻想自己是公主啊，进来拍拍照这样子。我们是要真的玩到东西的，对，做这个才真的是真实的人生。晚上的迪士尼超漂亮的，你看那边。哇，你看台湾每个游乐园晚上是这样的清静，会让人美到不想回家。台湾的游乐园像玩完风火轮就想回家呕吐，那我们这边即使吐也要吐在这，吐的那一刻都还要留下痕迹，看眼前的这美景。形容的好好哦，可以跟人炫耀说耶，我吐了，但是我是吐在迪士尼。对，而且能够在迪士尼玩到吐也真的是很厉害，因为每个游乐设施都要排超久，你能够玩游乐设施玩到吐真的是 very good super star， 史无前例。在讲什么？但是在这之前，我们有一个朋友吃一碗水产的蟹膏，吃到在 AR
上面呕吐，我也是觉得他是 superstar。等下镜头会切过去他的脸，大家记得帮他分享按赞哦。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东西，原来迪士尼海洋公园也有龙腾断桥啊！好惊讶，我们在苗栗吗？好一个翱翔天际，真的是搞死人了！我们拍了快两个小时了，我们就是要跟上潮流。他们其他人还在那边喜欢那些过时的女孩，我不敢讲是什么小美人鱼。开玩笑，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们真的是坚持到底，而且我们一闭上眼睛就是天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阿杜系列，翱翔天际里面长这个样子，我们皇天辜负苦心人，终于排到现在。不用别讲。它就是像 4D 电影院很大的球面在前面，然后带你们翱翔天际，太精彩了，排三个小时非常值得哎，有一种环游世界的感觉，而且很震撼，一启动全场日本人都尖叫，结束全场日本人都拍手，这么激动哎，等下带你去雪梨啊、土耳其啊、埃及啊、中东啊、欧洲啊，然后都会有现场的味道，还有味道哦，对，你在海滩就散发出海滩的味道，然后你在白宫就有白宫的花香，重点是我们还看得到迪士尼的烟火，他最后一站会带你回到东京，然后就回到迪士尼海洋，这个当作迪士尼海洋公园的 ending 的游乐设施，好厉害哦，看完真的好感动哦，它不是那种很 3D 动画，就是很真的感觉，是空拍机真的有在那边拍的，很可惜里面没办法拍摄，就我们也不应该拍摄，因为那个也是拍摄也看不到那个真实感，对，你们赶快来体验，拜托大家来分享一下翱翔天际，这个就是我们刚玩翱翔天际限定的纪念商品，眼镜，然后这装饰品，胸针，饼干，袋子，怎么办，这边好多别针哦，我要疯狂买了啦，怎么办，很经典的这个，好，我就买这四款，还是粉丝会想要，那我把这个送给粉丝，我买这送给粉丝可以吗，会不会太高级，你买这个送给粉丝是什么？玩具总动员那个小，好，买这个送给粉丝好了。好，就这样结账。嗨，今天呢？啊，那个总动员也很好玩，打分数，我打十四万，然后他输我，他输你，他今天要帮你洗澡。很感动吗？玩完，手很酸，快废了。这是门口一进来最大件的纪念品店，你要买一只唐老鸭是吗？2900。玩具总动员是最新的角色，我还带一个，因为我刚刚看到路人带这个，我很想带。再一次拍照的方式。可爱吗？帮我截图。我还自拍。这一只比较贵。这么大只哦。可爱吗？可以。我猜是3900。3500。哇，这边还有一间，有够大。我们去吃吧。没了，结束了，大家要散场了，跟他们说拜拜，在地球等他们，欢乐一天总是过得特别快，导游谢谢你带我们今天一路上的支持与陪伴，开心哦，耶，你的单独行程好过于跟他们一群人的单独行程，他们又吵意见又多，然后动作又慢，一下要大便，一下要尿尿，一下又便秘要蹲马桶，一下裙子又太长，一下裙子又太短，一下内衣又外穿，真的是好过两个人，好了，卡，就在这边画下完美的 ending。即使遇到台风晚进来海洋迪士尼，但是今天玩到的、还有买到的、吃到的，都是满满的回忆。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天后影响或是其他变数影响到你旅游的心情，抱着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情，感恩惜福再造福，谢谢，把爱传下去。迪士尼，我们下次见。好，迪士尼，我们下次见。拜拜，我们的 ending。我爱红娘。再见，深情对望。全场采访王小丽新娘抱这一趴，现在没办法，我看中医。